于途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缺女朋友吗？如果缺的话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今天你看见你这玉兔大神有没有就是有点惊喜？还可以吧。这小女孩吗？长得漂不漂亮？大街上随处可见吗？都打了两天了，就不能让我赢一回吗？你甚至还赢了？我能打定别人吗？打不过，把手机给我。我不开房间了，行吗？我一直记得你一向是心肠雅好，怎么就都见了专业了？因为，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海了。你看不出那个兔子吗？上面的那两个耳朵那么明显。我在想，为什么要画三道光线？我怎么觉得你女朋友的水平比我女朋友还烂？可是你水平也不如我男朋友啊。你怎么这么拼？我觉得你聚会有点多，要是能跟你一起出去玩就好。我带你的话你敢去？